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德阳推出的点播 APJ 系列视频教程。明德阳推出的点播 APJ 系列视频教程，目的是为大家点透学习误区，播出设计精髓。我是本次视频的主讲潘文敏。本节课的内容是为了快速掌握之模块的例化。下面是我们明德阳公司的 QV 群、官网和淘宝网址，欢迎大家关注。本次课程主要讲例化。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一下什么叫例化，所以我们开始会讲例化的定义。接着我们是例化的方法，我们是如何例化一个模块。接着我们会讲一个比较高级点应用，就是参数的例化。好，我们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叫什么是例化。通常大家设计一个模块，比如说这个 USB 模块，我模块里面会定义好输入输出接口，那么设计完成之后，我们称之为设计的文件。如果这个文件不是顶层模块的话，那这个模块通常就会被其他模块进行调用或使用。那我怎么使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假如我有个模块一，它要实现这样功能，就实现两个 USB 接口的功能，它要用到刚才那个设计文件，只要它功能就是跟这个功能是一样的，那我怎么办？那我只需要例化把这个输入输出接口定义好就能把那个文件例化，就能实现它的功能了。如果我有两个，我就例化两份这就是例化。那样子我就实现模块一就能实现两个 USB 接口的功能。同样道理，如果上一层模块它包含了增强模块也有处理模块，那么我就可以顶层模块里面就可以例化这个增强模块还有处理模块，这样子我就实现了这两个模块的功能包含在顶层模块里面记住例化之后，这里就变成实打实的电路了这不是说这有两份电路，这两个电路虽然模块名是一样的，但是它占用了两个不同的电路这是两份电路，虽然功能上是相同，但是是两份电路。那么这就是例化。通过例化，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开始，一直搭建，最后变成一个复杂的电路，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功能，这就是模块的例化。那么知道例化之后，我们讲一下什么例化的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块名这有个 UART， 这个叫模块。通常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输入和输出接口这就是设计的模块。假如说我上一层需要用到这个模块，我要例化它，我怎么例化呢？好，我们这样写，在那模块例化的模块的那层次这样写。首先我们把设计模块名指定好这个模块名跟它是一样的，表示我要用到你这个模块了。好，接着我们写例化的模块名，例化的模块名给它起个名字。为什么要起个名字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刚才那个 USB 接口模块。假如我有两份电路，它的功能都用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不起名的话，我怎么区分它电路一还是电路二呢？那么我可以通过例化模块名来区分。假如说我这个名字我取一，下个模块我也例化一份，我取名二，那么这样子我又区分了这两个不同的电路，这就是例化模块名。接着我们是设计模块的信号这一边，我们这样写一一对应，这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个信号跟这个信号一样这是设计模块的信号。接着我们是例化模块的信号，我们把例化模块的信号跟它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这个信号跟它连起来，这个信号跟它连起来，这个信号跟它连起来，这样子我就实现了例化模块跟设计模块之间的电路的一一对应关系。好，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化方法。可能同学还会遇到其他例化方法，比如说有些人喜欢不写这个的，但是明德阳规范是要求一定要写，这样子我们写这个话我就能一一对应，我们不是
非常清楚，怎么连都知道的啊。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用这种方法进行模块的立化。好，这是立化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讲一讲比较高级的应用，就是参数立化。大家看一下这个，假如说这个是 UART 模块，它里面有个参数啊，就定一个数据位框是8的数据位框是吧，里面的电路也是根据数据位框来的，也是8。但是我立化模块立化那里我要用它，但是其他功能都一样，就是位框我变成16啊，怎么办？难道很多同学就想着把这个模块参数变成16了，把这个变成16改这个文件。但是如果我还有一种需求，就是我立化它两份，一份我的位框是8的，另一份那个位框是16的，那怎么办呢？可能同学又想到了，那我这里再定一个模块啊，一个模块名，一个模块它位框是8的，另一个位框是16的啊，定义两份那就行了嘛，啊，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那我们可以通过参数立化，也就参数传递的方法，把这个位框改了。我也就是说，这个文件我是不动的，我在立化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我就把它的这个值变成16，啊，设计原文件不变哦，就是通过这里把这位框由8变成16，啊，另一个立化第二个模块的话，你仍然是变为8，没问题，就互不影响，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16位框的啊 UART 功能。这就是参数传递。这里还有更好的好处，之后的练习比较多的就是大家要实现一个数字时钟的功能。数字时钟我们通常是讲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在默多星里面仿真，如果仿真几秒或几分钟，那是非常非常长时间的。那怎么办？那我在测试文件的时候，我就可以通过参数立化的方法，把那个一秒钟的计数值，哇，我从几十万或几百万，我就变成几百个啊，就改一下参数，完全不改设计文件，就从测试文件里面通过参立化的时候把参数改了一下，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了提高仿真速度的目的啊，就是参数立化的好处。好，首先我们做一下课程总结。本节课程我们学习了立化的方法啊，定义方法以及参数的立化。后面的练习当大量用到立化，可能大家听的时候有点明白，但是也不是太精通，但是没问题。在以后的练习当中，请大家模仿这个例子啊，参照的例子进行设计啊，会用立化了，参照立化能按照例子进行立化了，那么就能达到要求了。本次视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